我对长得不高的男生没有太大的兴趣。那你猜我穿什么的？穿什么的？你知道？你是我的。谢谢。他喜欢180以上母羊座的，真的吗？可是他是国小直男，很幼稚哦。你要去后面不用介绍了啦。你在讲我自己还是笑得很灿烂？我没有。你刚真的吗？好了，这一回让你赢了。这里男生快乐好简单，他们男生快乐真的很简单。那你来了之后兴不兴奋？好，倒出来。男生都蛮兴奋。男生没有，我没感觉到。有啊，大家都已经不是单身的，应该。可以报告一下，目前好像是我。哦，但我对长得不高的男生没有太大的兴趣。是哦，你要多高？180。180？嗯。可以倒掉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！你问啊，我回答。我问你，好，高丽菜死掉会变什么？高丽菜死掉，会变高丽带。高丽带的带啊！靠，我在想别人笑话。那你猜我穿什么的？穿什么的？你知道？你是我的。谢谢。好好好，好了，我们冲一冲外面。冲一冲，希望可以洗掉一些我们的尴尬。小小嘞，他要干嘛？他不过180以下的，你也知道，对呀。你刚刚拒绝他啊？对。我拒绝他什么？没有啦。我没有拒绝他，我只是告诉他我的喜好。来，你再讲一次，再郑重跟他说一次。因为我喜欢180以上的男生。其实我也喜欢180的。我口袋有200。但我们这里180的好像只有浩哥啊。他不喜欢母羊座。我喜欢母羊座，哎。是哦。有哦，有人点台。他喜欢180以上母羊座的，真的吗？可是他是国小直男，很幼稚哦。你要去后面不用介绍了啦。你在讲我自己还是笑得很灿烂？我没有。你刚真的吗？你 cue 我出来，我当然要表现一下。有拍到你那个爽脸，我还好。有拍到，有发自内心的爽度，还好。好了，这一回让你赢了。这里男生快乐好简单，他们男生快乐真的很简单。哎，我们回归平淡了。哎，该做事了，梦醒了，各位。